今个星期帮讲出声编辑部视频，想同大家探讨嘅题目系中西民主阿婆以私害公，庄松人民利益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漠视中国大陆的反对，在8月2日出访台湾，结果令台海局势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就实际角度而言，佩洛西今次闪电式的访台，无论是对美国、中国大陆甚至台湾，都是弊大于利。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一个活动里面就讲明，佩洛西此行并不是为了台湾人民的人权、民主和自由服务，而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服务。而准确一点来说，真正得益的美国人只是得佩洛西一人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他在这一次的政治豪赌之中赢尽关注名声，而在紧张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之下，三地的人民尽是输家。简单用四个字来概括佩洛西所谓以私害公，这一种口讲民主自由但以私利为先的政客，其实似曾相识，不禁令人想起已退出香港政坛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。佩洛西和陈方安生的成名在于出位，佩洛西挑战中国底线早在1991年已经有前科了。当时佩洛西身为加州众议员，访华时私自前往天安门广场，并且举起抗议横额，以所谓一己正义凌驾两国的关系，佩洛西从此以反华见称。另一方面，原本是政务司司长的陈方安生在2001年退出了热厨房后，初时就很低调，去到2005年又开始现身政界了，先是参与同年的12月争取香港普选大游行，2006年则表态支持普选，并且参加当年的七一游行。政府前高官亲近反对派，立场急转弯成为一时的焦点。佩洛西的夸张行动、陈方安生的转态立场，令他们在政坛上面冒起，前者平步青云，凭着鲜明反华成为美国众议院民主党的领袖，并在2019年成为众议院的议长，甚至在2021年成功连任。陈方安生就则在2007年立法会补选中高举所谓的普选旗帜，跻身议事堂，由前高官摇身一变成为立法会议员。在卸任之后仍未有退下火线，在2013年成立组织香港2020，之后更多次越洋出访，2014年联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访美，并获时任的美国副总统拜登接见。去到2019年的黑暴之前，亦曾与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短暂交谈，行程期间陈方安生和佩洛西更有一面之缘。政坛之上，苏黎系难以维持热度，两位女将可以成为镁光灯的焦点，盘踞政坛一直位多年，靠的除了是出位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老谋心算。就以今次佩洛西访台，在三地皆输的情况之下，成为唯一的赢家，以82岁的高龄为自己在政坛生涯画上了一个瞩目的句号。陈方安生就更胜一筹了，高歌扬长鼓励青年，撕裂社会之后，在国安法出台之前高调地以家庭为由宣布退出政坛。看看今日一批反对派的老将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、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等等，委委人在囚牢，甚至连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的主教陈日君枢机亦涉嫌612基金案被捕。难得陈方安生现在仍然是清白之身，更可以在今年6月赴会畅饮，展现招牌笑容四万感口，锋芒过后果断退位，认真称得上是算死草了。两位人称民主阿婆的一中一西，打的都是民主正义旗号，成功于出位，精于计算，一番的兴风作浪，享受着传媒镜头下的簇拥，
聆听着支持者对自己的赞美，凭着四周的注视，只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否则又怎会愿意牺牲台海和平，葬送港青前途呢？天下为公，可惜精君谋私，一代之内，中西之间竟可出现以私害公的女政客，除了是时代之悲哀，更重要的是警惕大家要小心那些喜欢将民主挂在口边的政客，他们往往是最喜欢牺牲人民的人。今集来到这里，下个星期再见。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，支持和订阅帮我出声频道，按这个小钟仔，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。